这次的结果什么？方才所见是你此行之计。我还能拯救他们吗？我仅为一缕梦回魂仙，若无我足以引领，若我什么都改变不了，灵力你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换取。那不要啊！李逍遥，有床不睡。哎呀，疼！你老大不小了，闪！这木不这样能叫，就只会。那我爹怎么？哎，嘿，是还不是？谁说我是？我将。少跟老娘鬼扯！啊！是，把你那剑。我将来。逍遥。小二。小店今天没别的客。没有我们的吩咐。是。逍遥，来了来了。快把门。哎呀，去去去。哼，我不成不成。没酒。逍遥。那个醉鬼啊，沈山，他马上就走。快把这盘韭菜给楼上的。两位大，放桌子上。小二。大爷，您有所不……哎，拿走拿走。那我给二位。哼。那么二位大爷，小……哎呀，看你可怜。老伯，您要教我剑法？逍遥，啊啊，来了！哎，人呢？少侠，你来了。嘿嘿，我是你。好嘞，欢。当前正处于剧情副本中，当心不要迷路了哟。需要依次完成节点挑战，才能进一步揭开这个世界的。点击这，干得不错，准备迎战。加油！通关本章的节点就在前方。你要、啊、逍遥，你在啊？没事，记得雨嫂。哎呦，买，要不买？谢谢，不了。怎么会？沈山，哎，我开。
后刺下去。小虎子，是你？是的。谢谢你。逍遥。小虎子。对啊。小虎子。放心去吧。主线任务已开启，快去看看有什么奖励。前期方才在剧情副本中获得了不少，点击这里切换至侠。对呀，进阶侠。少侠莫慌，让我们先点击这里，填充完毕，开始完成进阶吧。从这里切换至基础界面，仙术的穿，点击这里打开仙术杯，这便是仙术了。将仙术，逍遥哥哥的仙术技能一，继续开始新一段的冒险，从这里进入新的故事，揭秘更多仙剑回忆吧。注意注意，侠客激活仙术后，将在怒气值满时释放强力的仙术技能哦。吃本大侠一剑！你们，我绝不会让我。菩萨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看好。不要！他们已经先到，你带他们去。那你快带我去那。少废话。嘿，要你管，没必要在这里跟你浪费时间。这几天苗人见多了。消息没事儿，好吧。吃本大侠一剑！吃本大侠一剑！少侠。嘿嘿，布阵中的一号在没有击败敌，别担心，小草节点宝箱奖励丰厚，在通关节点后要记得领取哦。已完成的主线任务不要忘记领取任务奖励哦。招募开启，接下来小草将带你去一处好地方，可要跟紧哦。来者，来者竟然，主线任务完成，先将新获得，点击选择，没有值不值得，点击这里跳，点击这里填充完毕，开始完成进阶吧。进阶成功，点击这里可以直接跳转至基础界面。侠客是，现在我们激活成功，现在少侠莫，若少侠主线任务完成，记得领取奖励哦。继续开启新的故事吧。别忘了让彩衣姐姐也加入战斗哦。
一花一世界，吃本大侠一剑。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苦海无涯。一花一世界，吃本大侠一剑。主线任务完成。哇哦，竟然是武林盟林天南的实力。我林家的七绝剑气可不是你能接下的。糟糕糟糕，不过不用担心，点击这里前往历练仙术塔中蕴含强大机缘，可以从排行榜这里是展尝试挑战一下吧。太好了，刚才掉落了林天南穿戴上仙，我林家的七绝剑气可不是你能。先快去领取奖励吧。继续开启新的故事吧。激活羁绊之力，在战当上阵侠客中满足以上条件均可激活增益，而武系之力与阴阳之力是可以叠加的哦。花一世界，吃本大侠一剑。